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儿子的头大手儿小，爸爸的头小个手儿很大，大手牵小手，走路不怕滑。走呀走呀走走走走，转眼儿子就长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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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寻找宇宙人。哎呀，快出来呀，中午抓紧时间睡一觉，等会儿好去宇宙城玩啊。我不睡午觉，除非你给我讲故事。好吧，讲一个我从来也没听过的故事。大头儿子，别讲条件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快去睡觉去，听见了吗？妈妈。哎呀，好吧，睡觉喽，睡觉喽。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孙悟空啊，一看就知道这又是妖怪装扮的，所以我不要听了，你老是讲孙悟空、猪八戒什么的，我爱听外星人、宇宙人，你会说吗？不会。我会讲，今天我来讲一个宇宙人的故事给你听听，好吗？宇宙人吃小孩吗？宇宙人什么也不吃，他身上带电，嗖一下就把光射到房子上。哇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了。大概宇宙人真的来了。都是你要讲什么宇宙人，他们以为我们喜欢他呢，就真的跑来了。哎呦，喵喵，哼，哒哒哒哒哒，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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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喵喵，哎，好了，我去买太空服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回去，妈妈，我热死了。你的小头爸爸怎么还不来救我们？会不会被宇宙人抓走了？啊，真的吗？新的太空服款式。